哎，姐，姐，我来了，姐。你来干啥呀？我来，那个，道个歉，姐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上次不你应跟我该，道啥歉呀？我不应该，我能进去说吗？你就在门口吧。就别，我，不是我，我上次不应该跳舞，那我干啥笑我，不好。哪不好啊？那个，我给你买你知个。道我那一个舞排了多长时间吗？我特意想着让你作为第一个观众特意跳的。不好意思，姐，我你不懂说你事。这来有啥事儿？我给你道个歉，给你拿蛋糕，就就你拿这破蛋糕？怎么破蛋糕呢，姐？就我花了我这个这全部积蓄了。你有事儿吗？真暖心，你看，就4块了，行。剩4块钱给我买个蛋糕呗。对，就花的就值4块钱。还有别的事吗？那他今天生病了？感冒了。不是上次我气的吧？不是跟没有关系。你家里就一个人吗？就自己。你吃药了吗？姐。没吃呢。你歇会儿吧，你在哪儿歇着？我还没原谅你呢。别生气了，姐，我那个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，姐。在哪儿歇着？你不来过我家屋吗？好，出，卧室啊。那我不想，我不在卧室，我在沙发躺着。姐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姐，再休息休息一会儿。走吧。这，你家药在哪儿呢？我给你拿一下。我客厅桌子上有，我中午吃药，晚上没吃。客厅。热吗水？有点热，药先给你。你今天来就跟我道歉来了呗？啊，对，你也觉得不好是吗？哎，有点烫啊。那个，别生气了，姐。那个，吃点药。我们俩认识多久了？这个有一个礼拜了。你什么都感觉不到是吗？没有，姐，别生气。姐，那这，姐，你早点休息，我晚上太晚了。帮我加热水。哦，好。姐，别生气了，姐。我的手。来一个。挺晚的，你得早点休息吧，我就回家了。我还有点发烧，是有点烫。那我们在这儿等你，等你退烧了再走，行不行？睡吧睡。我这个屋里不太合适吧，我去客厅。没事，你坐这吧，我小妹儿晚点就回来了。啊，行，那等你小妹儿来了，我再。睡吧，姐，睡吧，姐。把灯关了吧。灯怎么关？别呢。你就在这蹲一宿呗。等小妹来了，我就走了呗。我睡觉。你要跟我说啥？天哪！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。